他呢，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塔，不仅头颅非常大，身长也只有15公分，甚至人类的肋骨有12对，而阿塔只有10对。这个只有15公分大的阿塔，他有。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啦，我是墨镜哥，欢迎收看莫名其妙这个单元，奇怪神秘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墨镜哥要来为大家解密一桩甚嚣尘上已久，而且曾经轰动全世界的外星人事件。这一起事件呢，只要是你有 follow 外星话题方面的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外星迷，那你一定都曾听说过。2003年，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发现了一具15公分大的外星人遗骸，各位，你没有听错，它只有15公分。而这个只有15公分大的袖珍外星人的新闻在爆发开来之后呢，瞬间整个地球上面的外星迷啊都沸腾起来了。因为这一个15公分大小的外星人啊，应该是目前地表上面最真实、最被公开讨论、最被公开研究的一个真实，算是研究样本啊。虽然说之前有一些什么罗斯威尔事件，有一些外星人流落到了美国，然后被他们秘密的研究者，不过因为他们是秘密研究嘛，所以呢也不能够确定真的有这么一个生命体存在，而且被他们研究着。那像这个智利的外星人可是真真实实非常铁证如山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这一则新闻一传出来啊，那真的是一件大事。好了，如果没有 follow 这一则新闻的人呢，墨镜哥首先要为你解密它到底是真实的一个生命体，还是它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只是一个布偶、一个装饰品，或是拍摄什么广告的那样子一个道具。关于这一点呢，墨镜哥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只有15公分大的生命体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它曾经会动，绝对不是什么玩偶啦，或者是一个道具。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遗骸啊被送到了各个机构去做研究、做分析的时候呢，发现它真的有 DNA， 真的可以从它身上找到我们一个正常的生命体会有的一些东西，就像是骨骼、细胞、DNA。那它呢，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塔，接下来我们就用阿塔来称呼它了。现在墨镜哥来说一段关于当时传出来的一些传闻哦。墨镜哥以前听到这些传闻的时候呢，也真的是觉得哦，非常的兴奋，太棒了！我们终于取得外星人存在的真实铁证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当这个阿塔在沙漠地区意外被发现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有人对它进行了科学的研究，非常多人都好奇它到底是哪一种生物。过了一段时间，一些的分析已经出来了。当时的说法是说，这个阿塔能够确定生下它的母亲是地球上的女人。不过有另外一些基因分析不出来，而且这个基因呢是在地球上面找不到的。这一段话意味着阿塔他父亲可能不是地球上面的人，或者是任何生物。那么各位，不属于地球上面的生物，那除了外星人还会是谁呢？而且阿塔他的模样非常非常的特别，不仅头颅非常大，身长也只有15公分，甚至人类的肋骨有12对，而阿塔只有10对，看起来很像是我们地球人，但是无论是身长大小，或者是刚刚说到的骨骼比例，或者是骨骼的对数，都跟地球人不一样。那么如果是跟外星人一起做了一个混合的动作，那么他如果长成这样子，就相对的合理的多。更加让外星人振奋的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研究分析出炉了，就是整个阿塔他的骨骼年龄至少有6岁，甚至到达8岁。各位，你听得出这一段话它的蹊跷之处在哪里吗？骨骼年龄在6到8岁，意味着这个生命体可能在地球上面生下来，而且曾经存活了6到8年。各位，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地表上面应该没有人可以长得这么的小，而且还可以在世界上面存活6到8年的吧？就算是罹患了侏儒症的一些患者，他们的身长大小好歹也有个几十公分。那在很多电影情节里面看到的一些外星人，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外星新闻当中得知的一些资讯，外星人少说大概有个70-80甚至90公分吧。那一个小成这样子的一个疑似外星人的生命体，而且有人类的基因的生命体，可以在地上面存活6到8年，这除了他的血统另外一半是外星人，外星的血统让他能够这样子存活下来，还能够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他能够长得这么奇怪，而且可以存活6到8年呢？那随着刚刚讲到的这些证据啊一一的出炉，外星迷可以说是越来越开心了。不过接下来墨镜哥就要开始解密刚刚讲到的这些资讯它的真相是如何了。
最近美国史丹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起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在他们合作多年，然后一起研究阿塔的基因，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只有15公分大的阿塔，它有严重的基因突变，它的身上至少找到了7个有关骨骼方面的严重基因缺陷。因为这样的基因缺陷呢，导致阿塔它的身形只有15公分大，而且呢也让它的颅骨呢异常的变形。也因为它的骨骼基因的缺陷，所以它呢只有10对的肋骨。那由于过去这些研究呢没有被发表出来，也没有研究出来，所以过去很多人都认为阿塔它可能是没有被发现过的灵长类动物，又或者是外星人。但是随着这个科学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个传闻呢总算可以算是确定了，阿塔它的的确确是人，并不是灵长类，而且确定就是当地的智利人，并且呢她还是一个女性。不过之前不是讲到了她的基因有另外一些研究不出来，至少不是地球上面的，那这个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这项资讯呢很可能只是一个谣传，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她另外一半的基因并不是找不到，而只是由于她的身上有多处的基因突变的关系，所以呢突变后面就被人家联想是为外星人的基因了。刚刚讲到了阿塔身上至少有7处会导致骨骼突变的基因，实际上美国史丹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是说她身上有64处的基因突变，而且是跟骨骼有关的，那其中至少有7个会严重影响她的骨骼和肌肉发展，所以在这么多的基因突变之下呢，阿塔才长成这个样子。那整件事情的真相啊，他们研究机构是认为阿塔是一个女婴，但是因为基因突变的关系导致她早产了。那早产众所皆知体积都会比较小一些，原本体积就已经很小，再加上由于基因突变的关系，所以它才长成这样子迷你，而且长得这样子怪异。那有人问了，它的骨骼被分析出来至少有6到8岁的年龄啊，这不是说明它曾经在地表上面活动了6到8年吗？那这个又要怎么解释呢？事情是这样子的，阿塔是早产儿，而且他是一个死胎，也就是说他一生下来就已经到天上去了。不过由于基因突变关系，他的骨骼异常的老化，老化到原本应该是一个0岁的婴儿，但是却有着6到8岁的骨骼。这就跟墨镜哥之前介绍过的特殊疾病早衰症有所类似。早衰症呢，就是明明年纪没有到这样子，但是却非常非常非常的老。那这也跟基因突变有关，所以阿塔才会是一个早产儿，而且明明这是一个死胎，但是却有着6到8岁的骨骼。一切都跟基因突变有关。后面研究团队认为，阿塔他同时患有侏儒症、脊椎侧凸以及肌肉骨骼发育不全，还有先天性横膈膜疝气症。这个先天性横膈膜疝气症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疾病呢？这个疾病严重的话呢，会让身体里面腹腔的脏器呢跑到胸腔的肺部这边，原本可能肠胃啊是在腹腔的位置，但是有可能会跑到胸腔去，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很有可能会致命。而这个阿塔他出生的年代约在40多年前，其实离我们现代很近啊。那但是智利这个地方40多年前根本就没有良好的医疗服务，现在其实也没有多好。那假设阿塔他原本是有生命的哦，生下来时还是活着的，但是因为医疗条件的不足，人们呢还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什么急救之类的，所以呢他最后面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解密到这边，基本上答案都一一的出炉了。阿塔是一个智利女性女婴呐，应该是一个女婴，而且早产，然后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同时呢，她也患有非常多的疾病，所以其实整件事件呢算是一个悲剧啦。但是由于以前的知识不足哦，所以才会让她被当成是外星人，然后到处的被人家研究，甚至展览，最后面还被一个西班牙的收藏家给买走了。那讲到这边，我相信应该很多外星迷大失所望啊。其实包含墨镜哥自己在内也是。原本在没有讲这个主题之前，没有做查资料这个动作之前，我也是认为它的的确确是地球上面这个最接近外星人的一个生命体。那我也很期待在找资料的时候呢，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证实它的确是外星人的一些资料。很可惜，真相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不过，这就能够证明外星人不存在吗？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证据暗示着外星人就在你我身边。如果有机会的话，目前再来啊，拜拜这个主题给大家看啊。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打开铃铛。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请按个赞，并且分享出去，然后留言让我知道吧。墨镜哥明天答复，我们就明天再见了。See you tomorrow， 拜拜。